比如其他台南市三百二文化节，今年进入第10周年，台南市政府结合台南市议会5个区公所，特别规划为期500摆的系列活动，欢迎民众来到台南感受三百二的魅力。盛大开幕的活动今仔日31日在阿南区昌邑登场，现场要来找台南三百王的比赛。选出台南上届大尾的三百二，并进行拍卖，以3万块卖出。拍卖所得的，将捐赠到台南市安南区公所，接受外界捐款专户，将活动带到上届高调。台南市长吴怡蝶致辞表示：“咱安南区叶区长、将军区洪区长、学甲区张区长、北门张区长、七股严区长，这五个区，就是咱接下来5个礼拜，咱的台南吼，咱的三百文化季吼，丝木鱼文化季吼的主办区吼，咱各位里长哇，会使讲咱阿南区各位里长拢来个伫只现场，伫只甲大家感谢吼。啊，咱的一个蔡秋兰的吴秘书吼，蔡秋兰议员，还有方一方议员的李秘书吼，还有各位咱在地今仔日咱罗立门天后宫。”咱林春委员以及各位委员非常感谢，以及今仔日受奖的咱的各位模范渔民吼，大家非常辛苦，非常不简单吼。咱的民政局江局长、新闻处苏处长，各位好朋友，大家早安，大家好。看到这么多好朋友吼，来到咱的台南三百二文化季吼，非常感谢大家，多谢，不管是咱的张署长。不管是咱林总干事，拢对着咱三百二的文化，吼、哦，三百二的产业，以及三百二对咱日常生活，吼、哦，做了非常非常多的这个正确，而且非常详细的这个介绍。其实，吼、哦，咱台南的文化中间非常重要的一部分，就是渔业文化。渔业文化非常重要的一部分，就是三百二文化。所以呢，咱特别感谢咱农委会的渔业署。感謝咱台南市各界大家共同來把這個三百二文化會當讓更多人知道。好，那剛才咱的林總幹事說好東西跟好朋友分享，咱的好朋友不只是咱的市民朋友，是來自全台灣所有的好朋友知道說三百二是這麼好。所以呢，三百二最重要最大的產地就是在咱台南，咱台南的三百二有很多很多好的利用方法跟烹調方式哦，所以呢，今仔日有迄个比赛吼、哦，上大尾的吼、哦、是21.6斤呐、啊，吼、哦，21.1斤，就剩下0.1斤，不是21.1斤啦、啊、吼，安尼嘛是12公斤哇，哦，这是非常大，我今日我这个比赛会场上大尾啊，9点多斤，那就不得了啊，这样是。这样你要大尾一尾那迄落嘞，那暴露嘞吼，所以非常不简单哦。渔民就是这样要乖，这样要有这样使出这样要水的干嘛？啊干嘛？对的，差不多够。全部吼，天天来来吼，天天来来来娃娃都是够。那么咱甲报介绍更加好侪啦，更加侪好朋友来知影，这就是咱的目的。那这个先如果欢迎大家。来自在台湾南各地方以及全台湾各地方，大家共同来成果共同来举办。再次祝福今仔日的大会圆满，各位辛苦的渔民，各位好朋友，大家身体健康，万事如意。多谢大家，谢谢。好，谢谢我们。为着要推广咱大台南的三百二，所以讲咱今日台南市政府交海边五个区公所作为来办这个三百二的丝木鱼季的活动。今日首先第一站伫咱安南区来办。后礼拜开始会等下对迄个将军学家北门尾仔个石凳个切割。今日活动做闹热，来自咱全国各区个乡亲，大家来参加这活动。然后三百鱼用个比赛，后两道个比赛，我想这是咱台南是全台湾三百鱼上最个产地。咱除了外销以外，咱这内销个部，咱这几只三百鱼拢会当好利用。咱只嘛呼吁咱这乡亲是大好朋友，会当利用这假期的时阵来咱台南这海边啊行行的。
啊，不管是食黏豆、食鱼肠啊、食沙白鱼头，甚至咱要鱼仔干当去控卤肉，这拢是做好的沙白鱼的料理方式。甚至有一挂西瓜米，交咱的沙白鱼来黏豆来做一挂料理，拢对咱几个规家伙啊，大家会当好啊利用这沙白鱼。我想这活动真有意义，啊，希望咱大家利用这假期来这海边啊，做一段迄个沙白鱼的迄个渔村之旅，欢迎大家。今天是咱台南市2021年虱目鱼文化季的首场寻找台南沙霸王的活动，那期间我们搭配了社区营造的一个成果展以及手工 DIY 的一个虱目鱼公仔的彩绘，以还有手工皂的一个 DIY， 以及各区一个特色虱目鱼料理，还有我们安南区的一个一些特色的料理供大家来分享，那期望我们透过这个活动的一个办理，能够让我们的虱目鱼的一个相关的产业文化能够更加的推广，让所有的爱好虱目鱼虱目鱼那个食品的人都能够在这个秋天的季节来到我们台南享受我们最鲜美最肥美的一个虱目鱼。谢谢大家。今天这马岛区的渔民呢，施宏宇呢，以重量21.1斤呢，得到2021年的台南沙霸王的宝座，由市长颁发匾额。同时，也要邀集我们的贵宾，也一起让我们台上来哈，我们一起来分享这今天日安阿南区工作特别主题就是招财台南沙霸王。今天日谁嘛就唔捌看过，这摆真正咱上大尾。21.1斤啊，真的非常谢谢哈、OK， 好哇，连机车都上了，这是他的奖品吗？OK， 好，我们有请我们的贵宾来共同祝贺我们。来，前面第一点。台南沙霸鱼阿南文化季特别首场的阿南区工作，台南沙霸王赞不赞？来，看这一边哦，这边。哇，真的好棒啊！这个把台湾的沙霸王综合起来，真的好厉害。1、2、3，好。以上是大霸王新闻网报道。